复社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蕊。今天呢，来带大家打卡的是集视觉、听觉、味觉于一体的四川革命性餐厅麻辣派对。那么今天呢，我们同时特别请来了麻辣派对的老板 Andy。哎，你好，欢迎大家光临麻辣派对。弘扬中华饮食文化，这个是我的梦想。对，家家川菜在我们国内其实有差不多我看超过几亿人口都会吃川菜、吃辣什么什么的。那我觉得香港是有一个很大的市场，所以我们选择了开麻辣派对在香港。提起川菜，大家可能会马上有舌头一麻的感觉。吃过川菜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川菜的特色便是麻辣鲜香。川菜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也是民间最大菜系，起源于四川重庆一带，烹调方法有38种之多，像大家熟悉的水煮肉片、鱼香肉丝、回锅肉、宫保鸡丁、麻辣豆腐、水煮鱼等，都是川菜的特色菜品。好，那我们现在呢已经落座了，可以看到呢，在我们眼前已经有丰盛的菜品了。这些菜品究竟有哪些特色呢？我们这边主要是有四大系列啊。第一个系列是铜盘系列，另外这个系列呢，我们是水煮系列。水煮系列我们可以有水煮鱼啊，有水煮牛肉，还有自己可以自由配搭的。还有一个是香锅系列，餐厅大概有20款凉菜，那其中我介绍2款是比较特别的一款是花椒，凉拌花椒。花椒在粤菜可能大家会接触比较多一点，在川菜会比较少一点啊。这个是我们独特自己新创的一个凉拌花椒，这个也是女士会比较喜欢的。这个是猪生肠，猪生肠这个制作的步骤是比较复杂，所以很多餐厅外面很多餐厅都不大愿意做。对，因为据说如果猪生肠它的这个口感好不好，跟这个处理的过程还是非常考究的啊。对啊，所以我们这个生肠也是拿了很多次奖。你可以试一下我们这个水煮系列其中的一个水煮牛肉，口感怎么样？觉得的确啊，这个入口之后呢，整个口感感觉牛肉呢是非常的嫩滑的，和了比如说我们这些比如说花椒的一些香味儿，所以整个加上这个浓郁的汤底呢，整个牛肉呢还是感觉的是别有特色的。这铜盘烤鱼很多重庆来的客人都挺喜欢我们这道菜，因为他们都说我们这家做的挺正宗的。就连我们的这个藤椒油都是来自于四川本地的啊。对，川菜以家常菜为主，取材多为日常百味，也不乏山珍海鲜，其特点为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也因其这一特点让人品尝后久久不能忘怀。老板 Andy 就是其中之一。而川菜的独到之处也在于他善用三椒，判断一个川菜到底正不正宗，这原材料就是第一个要考究的。我第一次吃川菜，其实我在10几年前，我去重庆，去重庆旅游呢，朋友请我吃那个麻辣火锅，我会觉得挺过瘾的，吃得我满头大汗，所以第一次在重庆就喜欢上了川菜。首先，川菜这一块，我觉得最重要是一个配料。配料这一块呢，我们基本上全部都是从内陆这边运过来的所以为了保持我们的出品的正宗所以我们的基本上的辅料基本上全部都是从四川重庆这边空运过来。香港的饮食文化包容多元，在香港你能品尝到世界各地的美食，但重口味的川菜想要顺利进驻香港市场并在此扎稳脚跟不容易。近年来，随着内地与香港的融合不断加深，鲜香麻辣的川菜也越来越受到港人的关注。
这也让安迪看到了川菜的商机，他在传统的川菜上加以改良，结合香港本地人的口味调整出不同辣度，也让川菜得到越来越多港人的喜欢。香港的菜系其实是挺多的，一个从日本餐啊、西餐啊，其实是什么菜都有。我觉得川菜第一是我们在我们中华民族菜系里边呢，覆盖面是最多的。我猜起码都有4-5-6亿人口，他们都喜欢吃辣的，所以觉得这个市场是非常的大。再加上我觉得我们中华的文化饮食文化还是要不断去传播啊。本身香港其实也很多年轻人他们会喜欢吃辣的，当然我们也在辣度这方面我们做了一些调整，就是说从比比辣啊，就从比比辣最低最低的辣度到微辣、小辣、中辣、大辣、劲辣，我们总共有6个辣度给客人选择。那我们还加入了一些音乐的元素啊，定期我们也会举办一些以音乐主题的一些生日会啊、麻辣派对、欢聚有趣。我们平时经常在我们餐厅有说开的一句话，那我们是定期举办一些生日的 party， 慢慢的从不认识到认识，通过我们这个餐厅的平台做了成为朋友这一块其实都是我们餐厅的一个想法，一个理念，让不同的人来到我们餐厅，他们又可以认识到不同的朋友。快来订阅通识，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如果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